体外矫形器解决 O 型膝痛，免费测试，你有兴趣吗？ O 型膝痛是内侧压痛、不稳、变形，最终解决有两种方法，一置换体内人工关节，但手术有风险及后患常见人工关节松脱；二矫形体外人工关节，由骨科医生研发设计的一件免负重膝矫形器，冇风险，冇副作用，有效解决 O 或 X 型膝痛。有兴趣者，欢迎预约到大埔门市部免费讲解、诊断、试戴产品，即时减痛效果，当中包括一、讲解病因和治疗原理；二、临床测试压痛、不稳和变形，或对照 X 光病变；三、并试戴产品效果及调教第一次矫力。若病人觉得产品有效和满意，才需付款。购买后期详细服务如下：一、预约二到三次复诊，调教矫力及跟进问题。因为矫形过程将分为三次，第一次 50%， 第二次 75%， 第三次 100%。同时跟进佩戴方法是否正确或其他问题，例如佩戴后是否有压痛或滑落。二、教导如何做膝内蹲锻炼，这锻炼能强化大腿肌力及拉直膝盖，若持续锻炼三到六个月，病征会有明显改善，甚至可减少或免除使用矫形器。三、教导日常使用指南，睡眠或休息时不用佩戴，工作、外出或运动等必须佩戴。总结，认识和了解一套专业服务，助你解决 O 型膝痛。有兴趣者请看以下资讯。MedX, Inspiring Life Without Pain.